早上7点多，今天下雨了。刚刚睡醒的狗子还是那么的兴奋。豆豆，豆豆，来来来，我觉得它这个尾巴最搞笑了，摇来摇去的。哎，下雨了，它怕。啥子？这块胶咋咋去就占了嘴巴？哦，我那儿占了。啥都有。小桥流水，人家旁边还有一株韭菜花。我爸的孩子。我爸的鞋子已经开胶了，他刚刚用502粘了一下，正好鸿星尔克的工厂店又打折了，所以今天准备带我爸去买两双鞋子，就由我和我妈护送他过去。然后呢，假如到那里合适的话，对，可能我和我妈也会买个一双来穿穿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给我爸的，帮他看看样式，付付钱。对，我爸没钱，我爸的钱在我妈那里管着。国产三代机还没有正式列装，因此呢有急事。女鞋70-80元，男鞋70-80元。你拉出来看一个样式嘛，那个你要翻开看一个样式嘛，那个啊，你要穿黑颜色的，个要么洗，把这个干了，把这个材质带来松了，穿一挂的合适，穿的合适，这个还穿趴货个，看如何嘛？可以。你看样式好看吗？这个样式就是那个纯纯白的对了。再选一双。哪个？你拿两双，你办了还要穿？有一双就够了。你弄两双办了还要穿？这一双怎么样？防水的。啊？这个看，这个如何？买这个，就这款。它那边只有红色、白色。哎，还有灰色。灰色。这红色跟白色可以，它就比较是白色。你穿红色嘛？穿的红色好看。这边是卖衣服的，衣服裤子，裤子20-60元 ，T 恤10-30块。一共给了300块钱，我爸买了两双鞋，还有一件衣服，我妈买了一双鞋，我买了4双袜子。现在买完了，快11点了，准备撤了。干啥子？一个人，打的都没得敢走起。正好把正常对上了女。在那讲了讲讲的难发生，搞断过了。我都不来生意，但是因为他说他是老师，可我们要是不上楼的话，还是等一下，还要等。等等嘛，我就是什么？啊，他手是不说哎。人，老板你不一定人。你把你老师伤了。伤你，伤了伤干净。你老二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来。哦。哎呦，好帅。你多少万？你看。帮我挣。多少月干？有300万，有妈的老板。他这个。你开呢？到底下他咋有个坑？吃完出来了，差不多有10天没有吃过辣椒了。哇塞，第一口吃到。好爽，但是我不敢吃太多，油碟里面我都没有打火锅底料，爸妈他们还在继续吃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因为他们吃到饭之后
他们还要在城里面喝茶，哎，要喝到晚上才回去。你看，半天没见到我，这个酒啊，哎呀啊！你家哪儿现在把脚弄得这么脏？这个狗就喜欢你摸它。它特别喜欢你摸它。然后给它扣咬扣咬。嗯嗯结束。不要。